哇，因为卫生纸呢，反而怎么样，瘦掉了一个人了哈。所以有时候要想结婚呢，不见得能够成功。所以约会成功呢，就第一把叫细水长流；约会不成功呢，真的就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们人生当中呢，总是会潇洒走一段日子。对，不知道呢，大家呢，潇洒走了多久？像我人生当中已经潇洒走将近五十年，但是五十年当中呢，得到了什么呢？有人得到了快乐，有人得到痛苦，但是自己幸福快乐永远都是自己去开创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下一个节目呢，就快乐伙伴呢，让我们的潇洒呢，从刚刚到这边将近有50分钟到60分钟的时间，也超过了80分钟的时间，让他在潇洒走一回，看看回顾到底潇洒走一回是什么样的提醒。我们欢迎快乐伙伴的潇洒走一回的舞蹈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
为你。